还有谁？这货叫潘森，自称战争之王，我们就叫他斯普拉达。英雄联盟看不起洒家，但你们就没有更能打的了吗？洒家是从村里来的，村里有个美丽的姑娘叫雷欧娜，她迟早是洒家的人，但她已经入伙当英雄了，洒家当然不服了。于是潘森决定拳打德邦敬老院，脚踩诺克幼儿园。这天他就来到了英雄联盟的报名处。哼，敢跟洒家使两棒子吗？我操，大姨妈斗篷的蒙面男又出现了，这家伙有点猛啊，果断我要挨揍啊。我说我就一报名呢，啊，用不着跟我计较吧，再说了我是皇子，多少有点社会地位，所以不行。嘿呀，那洒家想入伙就为何不可？有潜规则的。洒家不是来搞基的。哼，洒家来证明实力，你找个能打的。哥发现你比上次漂亮多了。姐姐哪次不漂亮？这你儿子？老娘是女人。去，叫赵叔叔带你玩去。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菊花。好了，卡特小姐，请问，哪个是叫盖伦的？你没看到哥正在帮妹子撸吗？潘森加油哦。好曲折的故事啊。洒家要来撸你。好吧，你赢了。哼，那麻烦给洒家签个字，洒家好入伙。啥玩意儿，这事儿不是应该嘉文搞的吗？他说撸翻你就行了。盖伦是德玛西亚之力，能过了他那关再说。你妹的，关我屌事儿。那他娘的咋办？找赵信吧，那家伙能打，打赢他你就可以一为五了。妹子也要加入英雄联盟哦。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想从我身上找自信吗，蠢货？我们的战斗地点在哪儿？你们这些破皮搞什么英雄联盟，把俺村排挤在外面。皮城已经没匪了，都被我抓干净了，所以就想到德玛西亚来找点乐子。你找错人了。你找对人了。不是吧，俺就想证明俺们村就是为战争而生的。我超爱追杀，你跑我追。好吧，你赢了， KO 了嘉文，你就超神了，去吧。好啊，你一定要追上我哦。盖伦的德玛西亚。英雄联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加入的，妹子优先，想揍我的靠边站。破刀，谁先揍？就没有一个能签字的吗？嘿，美女，还好我聪明，跑妹子他们去，挨打我来，这没有情啊，这果断没有情啊，谁坑谁呀、啊？谁坑谁呀、啊？叔叔你不带我玩，这没有情啊，一直想坑我，我这什么也没干还是要挨打呀。那么大个的屁股盖脸上了，我可是皇子啊，一点形象都没给留啊。仔细想想，我绝对是那种悲剧男主角呀。但你们就没有更能打的了吗？啦啦啦，我去呀，头，罗罗满怀快刀，
家。